日嘅 ET 个股推介咧系中国移动941噶，拣选原因系外围形势转差，美俄关系因为乌克兰咧持续紧张啦，美股剧烈波动噶，咁啊拖累亚太区股市全线向下。上证综合指数咧创出自旧年八月以嚟嘅低位，港股考验24000关噶。咁喺波动市况下咧，可以留意高息股，股份就系睇好中国移动噶。咁彭博综合预测啦，中移动2021至到2023年嘅股息率咧，分别系7.1厘啦、7.8厘同埋8.5厘噶，息率吸引。咁中移动盈利咧维持稳健啦，2021年至到2023年预测盈利咧分别系1153亿、1247亿同埋1318亿噶，分别系增长6.9%、8.2%同埋5.7%。咁中移动咧琴日就系收市报咧52.3嘅，逆市靠稳，一月至今咧累计就系升咗11.8%啦，跑赢大市，期间恒指咧就系上升3%左右嘅。策略上冇货嘅投资者咧可以收50蚊附近收集嘅，以57蚊做目标啦，跌穿47蚊咧就要减持嘅。